小熊和画笔糖果，哇，这小熊好漂亮啊！那它的糖肯定也很好吃。我们来把它打开看一下吧。哎，把它，哦，它这个糖在哪里啊？不会在底下吧？还真的在底下，好像地窖一样的。它把它藏在这个里面。哎，好像还有贴纸，这样子我怎么拿？什么东西好像还挺多一样的，但是它根本打不开。哎，好奇怪啊，那不完蛋了，我这个手大大的这张手把它掏出来吧。哎，还给一个小熊贴纸。哎呦，这样弄得我手好痛啊。你还让不让人吃了？这样搞起来干什么？挺不容易的。哇，把这个糖都捏爆炸了。好了，我们来吃一下它的糖吧。其他一看，啊，一团糟一团糟，变成这样子。这个黏的跟个啥玩意儿，跟个眼睛一样。来尝一下这味道。嗯，酸酸的，软软的，还行吧。好了，小熊糖已经吃了，我们再来吃一下这个画笔糖哦。它这个好大一只哦，把它打开。哦，好，有惊喜，一颗寿司糖。来吃一下。哎，这个怎么又是反的，又从这边打开的？哦，包子。嗯，好吃，它的糖果还不错，不齁也不甜也不酸，刚刚好。好了，哎，我们画一幅小熊和阿忠跳舞怎么样？啊，好了，阿忠和小熊跳舞画好了，真不错，随便一画都很漂亮，是不是？哎，在家画一画，可以写写字画画哈，挺好的，挺好的。好了，宝子们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